华的地段绿色隧道。进入绿色隧道里面，请各位贵宾不要任意的站起来，因为我们绿色隧道里面的红色。如果你站起来的话，喷到头那就麻烦了，因为我们这一条绿色隧道救护车没办法开进来哈。救护船吧。有人讲说为什么要坐这么小的椅子啊？现在进到绿色隧道里面，各位贵宾就晓得了啊，为什么要坐这么矮的椅子了哈？来，看好你来。